大家好，我是应用数据科学学系系主任袁文晶博士。以下是我们应用数据科学理学士课程的课程简介。应用数据科学学系是在2020年9月成立，同时爱信集团创新及研究中心亦都成立。研究中心里面有三个实验室，可以帮助老师和学生去做一些研究和学习教学的用途。大数据实验室里面有33台电脑，同时大数据实验室的伺服器也都安装了 IBM Cloudpath for Data。 这个软件可以帮老师和学生进行不同类型的数据分析。虚拟实境实验室里面有一个三维的 VR cave， 长、宽、高各四米。这个 cave 可以令到参观者可以感受到沉浸式虚拟实境的体验。社交天下人与数码生活实验室里面有几个社交天下人和智慧城市的模型，可以令到学生和老师做相关的研究和教学。香港树人大学第一个理学士课程就是由我们开办的，这个课程的名字就是应用数据科学荣誉理学士课程。这个课程目标是希望可以令到同学可以在现今大数据的环境里面好好利用大数据这个资源进行分析，从而可以解决真实的社会问题，并且找到个答案之后可以好好用不同的方法呈现给不同类型的观众，从而达到理想的效果。这个课程里面我们会包括有四大个教学范围，并且会有实习和需要同学做整统项目，从而令到同学在进入职场之前好好装备自己。四大范围里面第一个范围就是应用数据科学基础，同学可以学习电脑的理论和数据的分析，这些知识都会帮同学在做数据分析之前打好良好的基础。例子就会包括 Python 编程的课程。第二个重点学习范围就是商业分析，目标我们希望可以做到商业智能化。同学在这个范围里面的课程会学习到究竟怎样可以将大数据变成一些有用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可以帮不同行业的雇主或者老细做一些更加好的商业决定。这个范围里面的课程有很多个，其中一个就是市场学原理。第三个重点范围就是数码人社会科学。在这个范围里面，同学会学习究竟怎样用批判性的研究的技巧去做一些分析。这些分析都可以帮助一些人民社会科学的议题可以得以解决。这个范围有很多科目，其中一个就是社交媒体数据分析。第四个重点范围就是数据视像化，同学可以学习怎样可以用技巧可以将大数据的资料
用 2D 或者 3D 的方法，用古仔的方法讲给观众听。而在呈现故事的时候，可以利用虚拟实境的方法，令到观众有更深的感受和印象。这个课范围里面有很多科目，其中一个就是虚拟实境理论。根据刚才所讲的四大范畴，第一个范畴应用数据科学相关的范围，同学是需要读27个学分，余下三个范畴同学需要必修9个学分。换言之，同学在这四个范畴里面需要学习的学分有54个学分。同一时间，我们都容许同学可以学习一些自选科目，不过在自选科目里面，同学也都要规定需要揀9个应用数据科学相关的学分，以下的24个学分就自由选择。正如刚才所提及，我们会提供实习机会给同学，同学在第三年的暑假就会得到3个月的暑期实习。实习的机构可以在本地、内地又或者海外，这些实习的机会可以令到同学更加增加实战的经验。同一时间，我们都需要同学做整统项目，整统项目在同学的最后一年修读，即是第四年，同学会在商业的环境里面找一个拍档，他们会提供一些他们想遇到的问题，希望同学可以利用大数据进行分析，从而帮他们解决难题。现在我们也都有很多business partner 公司跟我们讲了会提供实习和整统项目的机会。以下就是一些跟我们已经讲了会提供项目和实习机会的公司和机构。与此同时，这些机构也都会为我们同学提供适合的训练，所以令到同学在做实习的时候更加得心应手。我们的同学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活动已经参与过，包括新生活动、一些校外的活动，还有参观一些和科目相关的机构，例如香港科学院。关于应用数据科学荣誉理学士的课程，如果你仍然有任何资料需要查询，可以联络我们应用数据科学学系，可以去我们的网页那里寻找更加多的资料，或者发电人，或者打电话给我们。与此同时，你也都可以联络香港树人大学招生事务处，你可以去他们的网站发电人，或者打电话给我们。希望今次的简介令到你更加了解我们的课程，希望在接下来的9月见到你。再见。